度一切众生，乃应尽之天职。灭度两个字要紧，度用现在的话来说呢，就是帮助协助。我们要帮助一切众生，要协助一切众生灭是什么？灭烦恼啊！帮助一切众生灭烦恼啊！帮助一切众生灭妄想、灭执着啊！灭六道十法界的果报啊！灭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众生要没有成佛，你的帮助就没有圆满。这个灭这一字是成佛啊，在这个四谛法的时候，诸位想的苦集灭道，这个灭就是灭道的那个灭啊，所以这个灭也就是圆满菩提啊，圆证无上佛果，是这个意思。灭生死，灭这个无明烦恼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这是一个觉悟的人他应当做的，是他的义务啊。譬如说我们这个手背，这个手是在痒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他立刻就帮他去搔痒了，他还能说我为什么要帮你呀？还能说这些吗？这同一体嘛，没有条件好说的嘛。所以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那个慈悲叫无缘大慈，那个缘当条件讲，没有条件的，无条件的，同体大悲呀！啊，一切万物跟我同一体呀。我们凡夫迷了，不知道同一体，所以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有彼此。诸佛菩萨没有彼此，知道是同一体。叫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，所以说应尽之天职啊，天是自然，是应当要做的，没有什么条件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